全然と言いますか、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が、まず第一ですよね。はい、他其实没有觉得被抢，他只是想先恭喜他们。でやっぱり国民あね JFU っていう、そのワード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ここにねこう来てくださってるメディアの皆さんであったり。其实当时接受到这个称号的时候，他觉得应该也是媒体的好意，就是想要透过这样的祝福去来给他们一个比较特别的祝福，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所以他其实并没有觉得说自己这个称号被拿走了或怎么样。他们两位也是非常幸福的一对，所以真的是很想恭喜他们。